叔叔，这是人家的钱包，你这样做不好吧？关你什么事，小屁孩，要不我们分了。宝贝回来，总感觉有点奇怪呀、啊、就这点钱还带什么钱包呀？哎，妈妈总觉得哪里不对，还是不要他了。我的钱怎么没了？我们可没碰过。是不是你拿的？我可没拿，你可别讹我。肯定是你们三个其中一个拿的，一起去派出所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好啊，一起去。去就去，反正我们没拿，谁怕谁。正好我朋友的车就在那里，我们一块去啊。行。哎，真是好奇怪啊，当场就可以报警等警察来，为什么还要去派出所呢？这位叔叔明明拿了你的钱，却一点儿也不紧张，还用语言激化我们一块去派出所，这正常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吧？我看你们都是用我的吧。宝贝真聪明，幸亏有你。妈妈，出门在外只要不贪心，保持冷静的头脑，就一定能识破坏人的骗局。我是心灵姐，关注我，一起保护好自己。